张了，把你冷眼。我们尝一下这个冻了一个礼拜的这个石榴，都长毛了。嗯，干嘴吧，太冰了。老铁们，喜欢吃酸辣粉的，给个双击哦。牛蹄筋儿，好热。他差点了。好多老铁私信我说，如果我再秒个泡芙，绝对给我一个双击，给个免费的关注，我试一下啊。我送你上热门。我给你关注。双击。上的。五花肉，太烫了。嗯，好烫。今天这个是自己做的啊，就是用麻酱碴子拌的，老好吃了。放会儿泡的时间再长点就好了。今天这个是成本低，而且价格还好，吃着还很香。进来的新朋友上方加号点一点，进来的老朋友上方爱心点一点，我来个猛的啊，看得过瘾的老铁给我一个双击。该说不该说的，尝来到北京来尝尝爆肚什么味儿，走不丢。嗯，咋了？嗯，看那会儿两百多斤，不光爆肚，还得爆什么散丹啊，什么猪里儿、猪仁儿都有嘛，爆白菜，羊葫芦、羊蘑菇、羊骨板儿，猪仁儿挺多了。你问我是哪儿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爆，反正就是吃。你说猪仁儿，我就想起里边儿没消耗，就是各种，反正就往里炫，爱谁谁。多蘸料，多蘸点麻酱。然后来碗豆汁儿，炒个。进都进来了，留下你们的小爱心再走吧。看我这帽子好不好看？一般买帽子买不到，只有这个帽子最合适。头太大了。蜂蜜芥末炸鸡。这是啥团子？哟，我没有拆开。嗯，哦，天哪，黑芝麻的。哦，鸡呢？就加了一点点的馅儿。大鱼啥？
的辣椒。超级好吃，你们吃过没有？